国内新冠疫情豆豆啊解封，中华家护中心特别举办着岁末爱心晚宴会。147个单位当中，就有80%是善心人士所领捐的。这回嘛来招待着3500名家护中心辅助的亲子前来同乐。爱心满满的家护年尾爱心晚宴会现场，邀请3500位家护中心辅助的亲子来同乐。这三年来，全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不少社会福利机构的捐款减少。好在疫情渐渐解封，这次中华家护的爱心晚宴设了147个单位，其中80%的单位都是民众捐赠。非常感恩我们这么多的善心人士，大家的共襄盛举啊，我们家护。在彰化县总共有3500位的儿童，照顾儿啊，非常感谢我们那么多的善心人士，在这次的举办的联谊会里面，大家都出钱出力出爱心。专工来教囡仔同乐的馆长王惠美表示，政府资源有限，真感谢善心人士甲企业的爱心。馆府努力在建立社会安全网，嘛需要搁较侪有加波心的人来加入。好，在这边我们也一直在推一个叫做社会安全网。过去的社会安全网，大家概念中大概就是给钱给物资。我们现在要拜托今天很多的慈善单位，拜托大家在给钱给物资的状况之下。如果能够多了解这个家庭的问题，也请你们把问题让我们县政府知道。县政府这边会有很多的专业，有心理智商，有暴力，有各种方法来在辅助这个家庭，让这个家庭从我们给他鱼，让他开始能够钓鱼。我想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来解决这个家庭的一个问题。中华家护中心指出，今年的年尾爱心晚宴会招待3500名亲子来同乐。晚宴会现场唔来当品尝到各式小食，各有佚佗物啊、文具甲丰富的生活百货、游戏的单位，好大小朋友都会当食了真欢喜。大众新闻，丁向中华。彩虹不登。